爱我多，我想要特别限制你自由，我也不打算忍受寂寞，只有真心过来跟你言语说，发脾气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些什么。关键是个关系。太多理由，太多理由。
手推到桌面上。他说会那个床会帮你拉开，好来。你空间有窗，给有点像是啥？插插着，比较轻。可是我会变太低耶。我看一下，好，科技。好嘞。稍微 follow 他丢的动作，好，动作，而且打，哇塞，好看，可以，哇，有那个塑胶的味道，还在有火花，有火花，里面有火花，吓死我了。好危险哦！好，来准备。这首《留爱查看》它其实是一个很都会节奏 R&B 的情歌，那在里面其实主要在讲的是一个女生，其实说 sorry 是有点反讽的意思，就是她已经就是受够了这种就是这种爱情的这种似有若无的这种互动，所以就是男生好像会
比较 focus 在别的事情，然后女生一直处在一种比较在等待。我觉得很多现在我身边的一些女生朋友是会面对这样子。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就是在一段互动里面，然后你会觉得什么，好像对方都有点被动，所以你一直在等待他，希望能转被动为主动。所以最后这女生决定就是 sorry 我没有空陪你，然后你要好好对我，把心接通，把心接通就把心跟心之间能接在一起。所以这女生选择很率性的就先暂停，我先好好的观察你，所以留爱查看就是这样来。那她很呼应现在时下所有人的爱情的互动里面，其中一种最常看到、最常听到女生说的，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 MV。那如果说现实生活中啊，男朋友道歉的礼物是又是一只手机，你会把放在脖子自己把它打碎？我觉得这是一个意识，就是只是一个在 MV 里面是做一种，就是只是显示说这个男生就是你失联了，然后这男生最后就想把你找回来。那现实生活我是没有遇过就是和好送手机的，那这代表他应该对三 C 很有兴趣吧。对，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非常非常特别，想要跟大家用这个方式，这个声音我们好像很少听你这样用。其实唱这首歌说因为 demo 的时候是一个男生唱的，那他本身就是胸腔共鸣加气音很多，所以我自己就在唱的时候，因为这个 key 也没有定得特别高，所以就想说多一点点胸腔中音的感觉，甚至有一些主歌的低音，然后配了很多的就是气声在里面，就想说女性特质还是有，可是不会忘掉那个原本自己原本的本质，所以就是一个女生还是很清楚自己的性格，但是她还是有一些女性，就是想要用这种就很像这次的专辑一样，就是有刚有柔，然后有女生，可是还是很有男性的那个主观性质的存在，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想用那个比较冲突的声音去表现。那我要淋雨了，你可以讲讲你现在的心情。当初在想这个淋浴，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等于有一种是女生在放这首歌或唱这首歌的时候，她会去想一些画面。那我就在想，什么东西画面直接显示在荧幕里面会最直接感觉到那个亲密，可是又在亲密之中若即若离。那我觉得淋浴会对大家来讲，就是说，如果你跟一个人在淋浴里面坦诚相见的时候，那个感觉，它是一种很直接可以知道，就是若即若离的即在一起的时候，可是突然在淋浴分开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离开的感觉就特别强烈。我觉得女生应该就是当你越靠近一个人，就是会越敏感对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淋浴可以对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就一直觉得会有水的感觉，那水的东西就是它是雨也好，是淋雨也好，那因为之前有在大雨里面跳舞过的镜头，那我觉得就是直接从淋浴的那个氛围，我觉得会给这首歌有另外一个更不一样的那个气氛。是不是雨点有点太大？我是说 shower 那种细细的那种。那个雨点真的太大。看一下那个眼睛的感觉。不是导演，这个雨点太大，不像淋浴的那种点。好的，干嘛了？啊！我说我现在都什么小狗淋完会这样，不干净。啊！甩那个毛 ！My God！ 这个雨很像瀑布，这个 shower 很像瀑布，这个感觉很那种力大小瀑布。